相信大家对手工干有兴趣的朋友们，我们人干系列应该都已经了解了不少。今天我来跟大家聊聊人干还有哪些系列。人干之所以价格比较高，除了工艺和打杆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木料。今天介绍的这个粉翘系列也是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听这个名字，我们就不难想象，这把杆是用粉红象牙木为底木，前臂搭配八叉枫木。八叉黑檀握把上方为粉翘交织菱形镶嵌，握把搭配的是牛皮，握上去的感觉非常的合手。如果有出手汗的朋友们，其实也是一大福音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握把上有其他的选择。另外，粉红象牙木的木料因为都是进口的，所以现在成本真的越来越高，数量也越来越少。如果真的有兴趣的朋友们，真的得赶紧下手。你还想了解更多人干系列吗？赶紧私信我，我是陶教练，你的专属教练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